无相无为，这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无相无为。无相是不着相，无为，为是作为，我所做的，我所作所为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不着相。不但是做了以后，心地清净，没有染着，正在做的时候也是无夫无土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《金刚经》核心的两句话，六祖从这开悟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生心是，生心是作，有相有为啊。无作无为是无助啊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个很难啊。这是禅宗的，我们今天把它搬到净土宗，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只留什么？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念得慢，阿弥陀佛。啊，通常我散步的时候慢慢走，一步一个字，实现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一字一句踏踏实实，这就是此地讲的无相无为，无夫无土，无住分别原理颠倒。啊，工作的时候起心动念，也是远离颠倒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，自自然然就把问题解决了，做得很圆满。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，正做的时候也不放在心上，这功夫